他怎么？快点捂住他嘴巴，等一下在他伤口上施压。不行了，子弹贯穿肺部，他没救了。不行，你一定要救活他。止血前的吗啡严重不足，只能用在有希望的伤患身上。在伤口上施压。你是从南部过来的，那过上去结束后我就赶过来了。那你呢？我是这里人。桃园。对。这个借你，吉祥物。不用了啦，明天一早我所属的单位就移动到台北了。台北状况激烈，你就留着吧。战争结束后我会还你，如果我还活着的话。我相信你会没事的。弹药，我快没弹药了。你的武器？没子弹。给你。十弹快达四成了。撑下去。三人阵亡，一人负伤。快点，快救手榴弹！手榴弹！趁现在，快愈合过去！等等，这是我们的。我过去。别动，上举高。收哈声。啊，总算结束了。队长。原来只是个小女生，就把我们准备打成这样。有没有找到任何敌军相关文件？我先通知火炮观测组，说已经安全了，他们可以上来了。第十二小队也在桃园遇过类似的情况。大胖，等一下把伤患先带走，并且发信号表示安全。代号701829牧羊犬，请记得用俄文代码发出，否则会被敌人破解。有，只有找到一份文件。中华民国北八一野战旅603突击，这单位两天前就在南西区被我军歼灭。那他是直接被政府军牺牲了，要他打到最后一颗子弹。就连小孩都被征为正规军，怎么办？把他解决。等等，她还只是个小女孩，而且她只在这里奋战两天了。上面的命令是叫我们除掉他，不是俘虏他。搞不好是自己人呢、啊？绝对不是。我们革命军若是使用俘虏来的东西，包括战斗服、载具，都必须弄上识别的蓝丝带，这是每位革命弟兄都知道的事情。而他却没有。他是无辜的，他是被政府军利用的。他拒掉我们的18名弟兄，今天早上一个，现在累计25，他们就不无辜吗？这命令就是命令。看出你是没用的废物，把他解决掉。了解。
想到他们速度这么快啊。今天是行动第11天，我军后勤人员也投入前线作战。到目前为止，我军累计击溃敌军6个步兵营、1个装甲营及其他单位，虏获58000余人，196台装甲载具，105级122榴炮27门及数万支枪械。由于我军应有的作战战线足足向前推进17公里，成功夺下台北市西南半部。每寸土地都是我们努力及鲜血拿下的。下午2:12，政府军派代表与我军达成停战协议，以目前战线划分界线长达120公里，并且制定。